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2014年7月19号的傍晚，我要为大家带来一首由光良早期所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第一次》。每个人都有第一次，任何事都有他的第一次。你们的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？现在，我要刚好这一首是我第一次献给阿敏工厂的阿敏兄，这首歌第一次献给你哦，也是我第一次弹，好，第一次来哦。第一次还不错哦，好，献给你啊。